都很不容易，我希望所有朋友们能够多多关注我们 唱歌。我想等到我变得更强的时候我再回来。潘晨加油，潘晨加油，黄奕加油，潘晨加油。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，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。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谁把你的长发盘？
好了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这里是湖南卫视为您直播的2009快乐中国步步高音乐手机快乐女生全国总决赛7进6的直播现场。是的，如果喜欢哪一位快乐女生的歌曲呢，可以通过下载彩铃的方式来分享她的歌声。那下载的方式呢，看屏幕下方的这个字幕就可以了。是的，如果你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快乐女生说，或者是想给她什么建议的话呢，也可以留言。同时呢，还有机会获得索尼笔记本电脑以及自然堂超级青春礼盒，你还可以免费下载芒果移动平台了解快女资讯。互动方式同样请看屏幕下方。同时呢，大家还可以登录到聚友网，就是 myspace.cn 或者 eefans.cn 来加入快乐女生的歌迷俱乐部，有机会亲临现场了，为他们加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一轮反向的车轮赛，我们把赛制给大家再介绍一下。这一次呢，选手将用抢擂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演唱顺序，而我们的专业评审团会对每两人进行投票，票数较高的暂时安全，而票数低的继续留在 PK 台上，下一个抢到擂的选手就要来挑战他。是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的六位选手已经站在了抢擂柱旁边，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程序滚动起来，大家手放好，3、2、1开始。好，好了，江映蓉，江映蓉第一个来唱，很有勇气，为什么要这么快的抢？好，我们来听，我们来听映蓉为什么要这么快。我想唱。你想唱，你想唱就唱，对自己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来看江映蓉的短片。我呢是的心里不是很自信，但是我就觉得那样也可以找到自信嘛。加油，来不及了。我没问题，我是最美的。那那个是我的一个方式，李霄宇。Oh yes, 现在基本上每个人都会说卧底肾呢，这是郁可唯的嘛哈。我觉得我是那种特别搞的一个人，特别搞笑。反正就是很逗了。李元熙是每天都会，哎，你是催了蛋是吧？李元熙，哎呦，我的天，哎呦，回到房间就特别想哭。每一场大家的心情都会很沉重，但是不管这个比赛会进行到怎么样，我们都是十个人。因为我们是十强，是快女十强。来，请听可爱的江映蓉带来《大眼睛》。有。Hello, Mr. DJ。大眼睛。